那个有一个紧急情况啊，跟大家提示一下，大家伙注意听一下啊，请大家伙注意啊，刚才有人接到电话啊，问他有没有接种疫苗啊，如果已接种疫苗请按一，如果还没打过疫苗按二，结果按了一或按二的啊，手机都被屏蔽了啊，他常用的这个手机和网上的这个银行信息啊都被转移了啊，这是一个新的诈骗手法啊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上当，不要轻易操作这个手机啊。大家啊积极转发到各个村里头和社区啊，包括亲朋好友都提示一下啊，个别的村已经有人上当受骗了，请大家一定要当心啊。各个村社区核对一下啊，有无打疫苗，只会电话询问，不会要求按数字啊，请大家伙注意小心上当啊，这个是一个新型的电信诈骗啊，新型的电信诈骗啊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大家伙注意啊，这就是新型的电信诈骗。